转载自百家号作者，顶峰足坛世界杯已经结束了，然而欧洲联赛现在还没有开始。这对于我们这些足球迷来说，只有中超联赛可以看了。最近在转会市场上，德国的一家网站上也是更新了最新的球员身价。那么中国球员身价最高的几位究竟都是谁呢？五，王大雷。王大雷的身价是到了72万英镑，距离上次有了一定的增长。王大雷自从在2014年转回到了山东鲁能俱乐部之后，就坐上了山东队主力门将的位置。近几年王大雷也是频频的入选中国国足国家队。虽然王大雷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比较低级的失误，但是王大雷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大赛型门将，在一般的大型比赛中通常会有良好的发挥，而且对于难度特别高的射门都会做出非常精彩的扑救。作为山东队的队长之一，他在场上表现得十分有积极性，十分能带动山东俱乐部的整体节奏，鼓舞队友的士气，甚至直接开大脚也是偶尔有助攻的表现。四，郝俊敏。郝俊敏也是山东队的队长之一，是山东俱乐部的中场指挥官，总是能在球队这当中表现得非常出色，而且经常能够传出具有威胁性的传球，在场上的大局观非常出色，如今也已经31岁了。年少时曾经去过德甲的沙尔克04俱乐部，回国之后身价也是有了一定的提升，这让很多中超球队都必须对郝俊敏做出盯防。三，张琳芃现在效力于广州恒大俱乐部的张琳芃也是中国国家队的主力后卫，他在足球场上既可以打中后卫，也可以打右边后卫，而且他的身体素质非常好，踢响十分凶猛，而且特别稳健，进攻端也是经常有很棒的助攻，之前还传出过要留洋的传闻，不过最后也不了了之。二，张玉宁。张玉宁虽然在德甲度过了一个失败的赛季，不过他的身价依然是中国球员最顶级的，21岁的他仍然具有很高的潜力，21岁就已经入选过中国国家队，而且在中国国家队的表现也非常不错，相信他以后肯定会是中国足球的领军人物。一，吴磊。吴磊已经接连五年中超非外援球员射手王了，每年进球数都能在15球左右，比中国其他前锋都要高出很多，所以吴磊是中国毫无疑问的第一人。在这个赛季的中超，吴磊13场就打入了13球，可以说是非常惊人，他很有可能在这赛季获得联赛的射手王。